材饲料什么都是最好吃哦。那个黄干豆豆的豆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面一个海报，蓝色海报，它写森林的森，对不对？那森林的森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框框把它罩住？哦，那个哦小框框就是刚才我们在外面有看到那个趣事，在金针仓库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。可是我刚刚说过，会有几个含义在其中。好、哦，那代表这个金针仓库是从西元1869年开始。1868年，明治维新第一年，哦，就在北海道插上国旗了，哦，所以这个仓库从第二年开始就有了。哦，刚刚就往前，就是贵妇车了。哦，就是说过的贵妇起司蛋糕。寡妇。你现在吃蛋糕，他说等一会儿。这叫蛋清蛋糕。真的假的？巧克力。南瓜，哎呀，零点，对啊，四十六，对啊，四十八，卖南瓜的啊。Thank you。四个的话，好，我们稍微再往前，不是好吃。这样子整合的话，就是一样汤，一样就是整合的。两天呢？对啊。然后，就你就买今天晚上在温泉饭店要吃的就好了。改天在市中心还有其他景点。哦，真的蛮好吃的。不过现在的很多，稍微回程再过来。人也爆多。不去。小丑汉堡，这是人气第一，然后它的炸鸡啊，听说很不一样，待会咬一口就知道了。然后这是人气第二，然后待会试一下感想。然后听说是因为它上面的酱料配合得很好，然后再配合炸得很好的炸鸡，好，试吃啦。酱汁再好吃啊，那炸鸡现炸了，就跟台式的盐酥鸡有点像，可是却没有加，但是它应该是先腌制过，然后那个面粉也有调味过。然后这个它酱汁也是蛮好吃的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北海道当地的食材啊，就是很鲜啦。然后这好像是牛肉吧，我感觉不出来，感觉像是，因为它的肉的构成很不像猪肉。反正就是它的价钱跟麦当劳差不多啊，其实一份就是大概快100，那可是我觉得比麦当劳大很多，真的很划算，然后又比较好吃，然后它还有加起司啊，然后起司配上这个蛋，然后那个肉又很大，
真的很好吃。这是丹丹汉堡的餐厅里面，景色很不错。这个相当于高雄的博尔特区，然后他们把仓库改建成一些，反正就是建筑物在利用。然后这边这个小丑汉堡就相当于丹丹汉堡。这是南瓜冰淇淋，我们来吃一口吧。我没改过这个，真的好吃。真的很好。哇，超浓郁的。哦天哪、啊！超好吃的。